的妹妹，现在巧虎是哥哥了。这是妹妹，这是巧虎，巧虎是哥哥。宝宝，哥哥叫你什么？哥哥叫你妹妹，对不对？来，宝宝，一起说，一起做。这是几？九，九月号。今年有十二个月，现在是九月喽。来，巧虎当哥哥了。巧虎，看着妈妈，看着妈妈，巧虎当哥哥了。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，妈妈要去医院生小宝宝了。巧虎，你就要有一个小妹妹了。你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，我们过几天就会回来了。这是巧虎奶奶，奶奶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蝴蝶结送给妹妹呀。我也要做礼物送给妹妹，你想送什么呢？你看奶奶在缝蝴蝶结。巧虎回到房间找啊找，我要送这个给妹妹。巧虎找到什么？巧虎找到什么？巧虎找到小车车要送给妹妹。你看巧虎的房间有书，巧虎也看书，还有剪刀。宝宝认识剪刀对不对？对，剪刀会剪手。哇，爸爸妈妈回来了，你看这是小妹妹，小妹妹是个 baby。 小妹妹叫什么？小花。睡觉。对， baby 在睡觉。巧虎是哥哥了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哦。好，你看妹妹小花，妈妹姐了，好可爱。妈妹姐了。对呀，妹妹起来了，妹妹起来了。宝宝，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小，像个小 baby 哦。来，一页一页看，宝宝，轻轻的翻，不然书会破掉，书会撕破。好，这是巧虎告诉大家，我也有礼物送给小花。你看，宝宝，巧虎送什么给小妹妹？送小汽车。巧虎把自己喜欢的小车车送给妹妹了。哇，巧虎长大了，好棒哦。哎，我爱小花妹妹，你看这是小花妹妹，她是谁？小花妹妹。这是巧虎。巧虎跟妹妹手牵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到旁边哦。帮小花包尿片和穿衣服，我们帮小花包尿片还穿衣服，好不好？来，宝宝，帮小花脱衣服，后背帮小花穿尿布。你要说擦屁股，擦屁股，然后就赶快把尿布垫在下面。你看，把尿布垫在下面，好，垫好了，来，把尿布拉起来，再把旁边粘一粘就好了。宝宝会不会？好，换宝宝粘粘看了。粘起来，好了，这边要粘起来，好棒啊！要不要穿衣服呢？小花穿衣服好不好？来，把袖子伸过来，袖子，袖子，手伸到袖子里，手伸到袖子里，这里，这是袖子，那是纽扣的洞，手伸到袖子里。
把手也拉出来，放到袖子里，怎么放？从这边，从里面过去，来，另外一只手在那边拉，拉拉拉拉拉，拉拉拉拉拉，哇，拉好，那把扣子扣起来好不好？扣子扣起来。扣子扣起来，这里。扣子扣起来，宝宝们扣扣子。你看妈妈这个衣服洞把它拉开，弄过来。好了，宝宝扣扣子。你看啊，圆圈一边过去。对了，然后另外一边过去。好了，小红花穿好衣服啦。有事好好说，我不哭。妈妈在帮小花换尿布，巧虎拉着妈妈的衣服一直哭。巧虎怎么啦？哭啦！哭啦！巧虎为什么哭？巧虎一直哭，但是不能一直哭啊！有什么事情要好好的说。你看巧虎一直哭，要好好的说。巧虎不哭了，哦，原来是巧虎的车子，对，怎么了？因为车子跑到沙发上面了，拿不到，巧虎才哭。巧虎好不好？有没有好棒？可以告诉妈妈，车子跑到沙发上面了。宝宝来，你看这个字，车子，车子，这怎么念？我的妈妈啦。妈妈。妈妈，真棒，真棒！好，那我再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喽。小猫和小狗都找不到蜡笔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哭了，哭了，可以一直哭吗？不是，要说，要好好的说，妈妈帮我找蜡笔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，这边，所以有事情要好好说，不要一直哭，也不要大声讲，要好好的说。好了，小花坐车车，长大了自己坐。巧虎正在玩积木，妈妈陪我玩，可是妈妈在照顾小花，怎么办呢？巧虎就说：“妈妈在忙，我自己先玩。哦”妮妮，对。好棒哦！妮妮，小虎长大了，会自己玩。有妮妮，你要不要喂小花和妮妮？来，宝宝你抱着，抱着。妈妈给你拿奶瓶。奶瓶图卡，来喂妹妹和妮妮。哦，对，头要放在手臂上，对，头要放在手臂上，向着自己。哦，呵呵呵，好了，喝完了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宝宝长大了，会照顾小妹妹了。好了，喝完奶，我让她坐好，好吧？坐好。爹爹。收起来，宝宝你好棒啊！知道玩玩玩具要收起来，下次才会找得到哦。好，要出门了，巧虎还可以自己做什么呢？巧虎可以自己穿鞋子，不用大人帮忙了，好棒哦！出门了，妈妈还说小花还小，要坐娃娃车。你看，宝宝是不是也有娃娃车？巧虎会自己走路，不用大人抱了。真棒！